说到成龙，他演过的电影每一部都称得上是传奇，本身也很有拼搏精神，为了拍好戏经常受伤，真的很敬业。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多年以前成龙大哥拍摄的一部电影叫做《宝贝计划》，这成龙大哥拍摄的少数非常温情的武打搞笑电影，当年这部电影非常的红，而里面的小宝宝真的是太可爱了，当时的电影细节都出现在了小宝宝的身上。小宝宝当年长得非常好看，马修五个月的时候拍摄这部电影，当时的他试镜的时候也非常的乖巧，不仅不哭，还常常在镜头面前扮鬼脸，所以他最终在1000个宝宝里面被选中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在电影中看到那么可爱的宝宝。当时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，成龙坦言特别喜欢小宝宝马修，幸运的是他长大也没有长残，现在变成了一个小帅哥。现在的小马修非常的帅气，深邃的眼神，迷人的微笑，简直是帅得不像话。他是个混血儿，马修的妈妈是一个外国人，而他的父亲则是一个中国人。他有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中文名字，叫做蔡志强。希望以后他还能为大家带来好的作品。